没事，这太陡了，这太陡了。我以为啊，难怪没有任何资讯。还好吗？我又不要正题。嗯，好久没跟你骑车，好开心啊！够。I know it's kind of different, but I don't think that it matters. 我们等一下去看芒草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哪知道要去？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等一下去三角湖顶山。那是釜山啊。三角湖顶山其实就是我网络上查资料，好像没有什么单车相关文章，就有点担心。在上面芒草好漂亮，所以就提议说看能不能去看看三角湖顶山。它在树林那边，然后它是树林跟龟山交界处。它其实爬升没有到很高，280几的，对。可是它听说有三条路线，我们今天先选择比较平缓路线上去看芒草的。OK， 现在开始进入山脚下的感觉，终于没有像刚才那么多车了。哦，我们刚刚查了，要在龙啸街左转。龙啸街左转，不知道懂不懂啊？是想说机车跟汽车都可以到的地方，单车应该也可以到啦。是吗？是这里吗？看一下好了。对。是吗？是啊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天哪，是这里！不是说很缓吗？他明明就写说不到300发生。不是很缓。蛮缓的啊。哇，是这样吗？查一下好了，天哪。有手边吗？玩手机，我很走，我们走，好 ，Go。我也想走 ，Go Go。我很走。Sit next to me。See my favorite color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。 到底其实蛮多芒草的，应该是怎样？我们要看不看？感觉就很壮观，风很贴心，还等我。300的爬升真的是路短不能小看。同样的海拔少2公里，千万不要寻短的那我只是，我没有照片啊，我只是想来看芒草而已。我只是想说，五分钟有点远，但这边看起来比较近，又没人写，都可以来看一看。我超想大都不来。可以，下次不淹你。到慈恩通往慈恩宫方向，上，爬起来，爬起来。到这边终于有比较缓一点的坡，刚一开始真的太可怕了。小精灵是吗？啊，不是小精灵，哇！对，阿强很开心，难得可以爬坡。右边，没关系啦，就走边边就好了。看，就是那回事情，差点没摔下。Sometimes it's hard to see。
每天哦。默默，你确定你之前这样子？没有，我们之前其实是隔壁大同山，大同山。大同山。哦，因为大同山大道不一样哦。然后我选的这条路，你看，不知道是什么鬼，难怪没人要骑，难怪没人要骑。嗯，对，再给他上去。这个你怎么太懂？我都变成队长，女士优先，快上吧。真的吗？真的是这里吗？你呀、啊，你说什么都缓波缓波、啊。我以为啊，难怪没有任何资讯。你以为？难怪没有任何资讯。太快了，回转太快了。哈哈哈，氧酸就上来了。这不是日日，我们好像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。所以其实应该是在干那个交叉往左边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下去。啊，猫了！猫猫抱错了，我们也是蛮强的。不错啊，我们骑上来了，看看多好。有，上面很美，很美。我们到龟山关公岭北天宫，迎宫吗？北宁阿公，我们要去北宁宫。我们要去北宁宫，可是我们走到北天宫，虽然只差一个日，但是坡度差很多、哦，大家。是北天宫。往跑的地方在对岸呢、啊，怎么会跑对岸？事实证明，刚才那一段路，不都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那实在不适合，实在不适合脚踏车骑。对吧？这个路，因为路上没有任何一个车位，根本没人会爬这里。刚才的岔路，现在往北林沟，这看起来比较平缓一点，但是四个都没有爬过，没有爬过的地方，真的是。三角埔顶山有个顶字关，也蛮可怕的。I know it's kind of different, but I don't think that it matters. I tell you every day. It's so sweet when we talk and it's pretty as a bouquet. I promise I'll be nice. I swear I'll treat you right. Well, come on, sit next to me.你保护了你的车子，但是你的整个跌进去，你还好吗？你们怎样？你们怎样？第五帅，我是擦伤了。看一下我的车子怎么样？干你！为了救车，整个摔进水沟里面。现在还在关心，现在很关心。啊，我们用牵的好不好？我们用牵的啊！你受伤了，你手可以松是不是？好。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没有这边的。啊，把水弄掉。别不要那么重。谢谢学姐。不会。赢的了，赢的了，超过学弟。跳台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刚刚也是，我要压不回去啊！你重心要整个往前压，然后整个身体整个往下压低，这太陡了。
She goes to sleep so she can sneak and probably creep tomorrow. 不停在关心自己车子有没有枪的鲸鱼，他摔进水沟里面，他整个人摔进去，然后把车丢在外面。第一下还压得住，第二下想压再压不住。然后刚刚差不多22度，真假的？不要看了。22差不多是什么五岭吗？比五岭还陡，最陡的地方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原来刚刚有22的破水，通过了没？我刚刚有抓通过一次。两次，这两次爬的都是圈山岩，当圈山。他现在链条才要断下来。我想问，这次应该链条不会断，不会断。真不会断。这次整个摔进水沟。80后。那大家看到。那个传说中22度陡坡有多陡？陡那个坡有没有？嗯，停一段坡，然后停一段，然后就开始抽身了。来那个陡坡，再一段。有哎、欸，默默你很有简洁概念。啊！继续吗？是往那边，往那边。别的。你要再往这边也可以。不是，哎，这座山真的是有点可怕、啊。所以其实这是有比较平缓的道路。我们为啥要走那么久？到了，哪里呀、啊？应该是右边吧。哪里呀、啊？完蛋了！他没有停，应该是这里吧？我觉得在上面。我上去。你要不要上去？我上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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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？像你们一定走错路啊！啊，马还是这边短短的。好啊，那我们牵过去好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好。哦，到铁塔那边而已。好。哪里？是高铁。真的？那是高铁。是啊。是高铁。是高铁啊。我们现在要走这个小路上去，那是。哇，好美啊！你赶快上来了，赶快上来！这拍起来不得了！这很夸张，这很夸张。这里夸张，不是野战部队？天哪！I'll tell you every day. It's so sweet when you talk, and it's pretty as a bouquet. I promise I'll be alright. I swear I'll treat you right. Come on, sit next to me. 到了，到了，还好吗？我有必要跟你说，好好体回忆吧。做一个体验嘛，默默，我不想理你。迟到是不是？默默完全不想理我。我们到了，这边割到有点痛。等一下下山，我请大家吃冰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历经重重，好痒。三角埔的三角顶，我们到山顶。哇。It's kind of different, but I don't think that it matters. I'll tell you everything.
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很痒。你呢？金鱼。他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越痛越痒。不是。越痛什么？很美。很美耶。大家看一下吗？这边真的不太适合骑脚踏车。大家可以的话，就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上。Girls right. Oh, oh, oh. 要准备下去啦，这个比正好的。这三个娘下个月的月期很好啊，这个还好啊。好，我说刚刚的山路4.7，对啊。然后这边走路8.8，对。8.8，那平常猫猫你们骑是几颗星？你要看有谁啊？有谁？有猫猫的话，猫猫的话，那大家都2颗星。2颗星吗？好，那下次你出团我也要去。你还有个苗栗泰安新中和还没骑。泰安新中和，等你带我们去啊。等下来这条路里面更好走。现在上去到三条谷底，虽然我们是走。蛮超多的小路，然后现在是走类似产业道，但这个也蛮熟的。其实两条路都不好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下滑是吗？下滑啦、啊。可以吃东西了是吗？大家请吃冰呢、欸，好好。耶、yeah! ！跟吃饭。大家太辛苦了。他说还要请吃饭，要请吃冰，然后再来一杯咖啡，多好。摸摸自己点。麦哥，你如果没有来，多好，去给他海放干嘛？麦哥，吹风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啊、哦！我们被芒草芒草摘也蛮好玩的。总之，我们现在从另外一条路下滑，这边的路的状况其实蛮不 OK 的，都是水渠，蛮不好骑。Sometimes it's hard to see. Nice guys may finish last.好像应该没有从这条路。